去世了21章那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人民先前的天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第二节，我又看见新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已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金钗，等候丈夫。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太上人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上帝。”第四节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苦哭、疼痛。人民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第五节，坐宝座的说：“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第六节，他又对我说：“都信了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克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产的水拍拍施给那口渴的人喝。第四段，必前书这些门入，我要作他们的上帝，他要作我的儿子。第八节，没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、破一切所方法的，他们的欢笑是在烧灼硫磺的火炉里，这是天二次的事。第九节，拿出这个金盘，新闻物后设计的设备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神父挑选教养的词指给你看。”第十节，我披心灵感通，天使超带我到日出过太的山，将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新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上帝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洁白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面如水晶。第十二节，有过太的墙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个美天使，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十三节，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第十四节，上上有十二根基，基础有教养十二使徒的名字。第十五节，对我说话的那座金位置当拆，要量那上和上门上墙，上有上是四方的长宽一样，天使用位置量那上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度是一样。十七节，要量了上墙安坐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肘。十八节，墙是必要错的，上是尖尖的，如同面尖的玻璃。第十九节，上墙的根基是用各种薄石修饰的，第二根基是必要，第二是蓝薄石，第三是六玛诺，第四是六薄石。二十节，第五是红玛诺，第六是红薄石，第七是红碧玉，第八是润水藏玉，第九是红碧玉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诺，第十二是紫金。第十二节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，上面的盖头是真金，和尚面头的玻璃。二十二节，我每间上面有天人主上帝全能扎布教养，未上的天。二十三节，那上面有不容易日光照，然要上帝荣耀光照，又要教养为上帝殿。二十四节，列国要在上帝光里行走，其上帝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神。二十五节，上门拍照就不关闭，在那里人没有黑暗。第二十六节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神。
27節，凡不潔淨的，偏那行苛政，而欺放自私的，仲不得真那神。設要名師，是妻教養神面擦傷的，才得真潔。